各位 Kia 的 Sport Tech 的车友，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测试那个副厂的电动尾门安装电吸式哦。那过去的 Sport Tech 在台湾只销售四组，然后它是没有电吸，那是今年工厂最新的产品哦。那我们可以把，因为我们这是。我们这个车子的钣金很厚实，它关门声音很扎实。但是我们这一次的电吸锁，它设计是更不一样，它是采用原厂型。我们现在做遥控关闭，我们可以把镜头拉到这边，听它的关门声音，它关门会更放慢。那我们再操作一次，手动开启。等等要关门的时候，我们镜头会拉得很近，让大家看一下关门的改善比过去惯性改善多少。它会放慢，然后吸附。室内按键，现在我们要做不同的角度。好，现在室内按键开启。好，我们要侧边角度哦。上吸锁到这边的时候会放慢，对，所以如果一直在等，一直想改这台车电动尾门的车友，可以跟我们了解更多。